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4月22日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以及移动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长春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全省气温回升，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9度到24度之间，最低温在5度到13度之间。长春最高温22度，最低温13度。另外，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部分地方伴有沙尘天气，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了解完天气，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我国成功发射第44颗北斗导航卫星，至此长三甲系列火箭完成第100次发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的多国海军舰艇陆续抵达青岛港。风筝挂电网，杭州多趟地铁减速运行。消防车执勤途中遇堵车，私家车纷纷让出救援通道。听信投资电影赚大钱，老人险被骗10万元。国际方面，斯里兰卡多地发生爆炸，2名中国公民遇难，我使馆已启动应急预案。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来看详细内容。20号22点4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第44颗北斗导航卫星，拉开了今年北斗卫星高密度组网的序幕。此次发射的北斗卫星是我国北斗3号系统当中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该卫星将与此前发射的北斗3号18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和1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组网。这种由我国独创的3种不同类型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布局，既能覆盖全球，同时又能够提供更高精度的定位和导航服务。上去以后呢，对于我们国家或者周边地区，或者是我们一带一路这个地区服务的能力呢，服务的精度会更好，会更高。据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继续高密度全球组网，将发射8到10颗北斗3号组网卫星，完成所有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发射，进一步完善全球系统星座布局，全面提升系统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2020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北斗3号全球系统建设，提供特色服务。此次发射北斗卫星的长三乙火箭是我国长三甲系列火箭的成员。这次发射也标志着长三甲系列火箭完成了它的第100次发射。长三甲系列包括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3种大型低温液体运载火箭。目前我国高轨发射任务，比如嫦娥、北斗、风云等著名的航天器都是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完成，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火箭系列。昨天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的多国海军舰艇陆续抵达青岛港。早晨8点，来自文莱海军的达鲁塔克瓦号巡逻舰在薄雾中缓缓驶入青岛港。达鲁塔克瓦号巡逻舰舷号09，排水量约1600吨，是文莱海军的主力战舰，也是东南亚最先进的近海巡逻舰之一。而随着达鲁塔克瓦号的入港，青岛港迎来各国军舰进港集结的高峰。紧随其后驶入青岛港的是印度海军加尔各答号导弹驱逐舰和沙赫蒂号综合补给舰。加尔各答号是印度海军最新型防空导弹驱逐舰，排水量7500吨。半小时后，韩国海军的新型护卫舰京畿号也在拖船的牵引下缓缓驶入青岛港码头。京畿号舰龄只有5岁，排水量3000吨，以近海作战和速度快见长。孟加拉国海军的决心号也在9点45分缓缓驶来。决心号是2015年入列的轻型护卫舰，与它同一级的护卫舰目前共有4艘，全部由中国建造完成，已于去年全部交付孟加拉国海军。
澳大利亚海军的墨尔本号导弹护卫舰是中国海军的老朋友。2017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友好访问澳大利亚时，他就担任引导船。2018年，墨尔本舰也到中国湛江进行友好访问。20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增加规定，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草案还明确，实施接种过程当中或者是实施接种后出现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是不能排除的，应当给予补偿。草案还补充完善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完善了惩罚性赔偿规定，明确明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仍然销售接种，造成受种者死亡或者是健康严重损害的受种者或者其近亲属，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要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少儿图书市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少儿图书新品品种超过30000种，中国本土原创力量正加速成长。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马洋图书定价总额规模达894亿，其中我国少儿图书占有率达到25.19%，规模超过220亿，同比增长13.74%。在北京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儿童阅读体验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众多的家长和孩子在这里阅读，挑选自己喜爱的读物，像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红色经典，以及科普类吧，等等等等，都是小朋友们特别喜爱读的图书。少儿类图书的品种在增加，对于孩子阅读这块挑选图书有很大的帮助。儿童文学、图画书和科普百科这三类少儿出版物一直是少儿出版中最重头的内容。近年来，本土儿童文学作家或延续经典，或推出新作，多维度探索儿童文学的艺术可能性，推出了众多贴近少儿的原创现实题材作品。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年全国图书选题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报送的少儿类选题共计54535种，占选题总量的23.9%。各板块的原创内容大大增多，少儿选题打造品牌，发力原创。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到户外放风筝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别小看这风筝，如果放飞的地方不对，可能就会闯下大祸。最近因为一只风筝挂在了电网上，造成杭州地铁1号线多趟列车减速运行。快要接近乔斯站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从东侧左右的话呢，飞来一个风筝啊，断线的，然后呢就挂在那个就是接触网上缠绕住了。司机都从驾驶室里老远就发现了，然后呢他立即就报告了控制中心，然后控制中心呢就是一方面让他马上限速啊，就是降速通过这一段，那继续开往临平，然后通知后续的列车，开过来的列车的话呢，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全部降速。工作人员说，地铁运行靠电力，车厢上方的电线杆要接触到电网才能给列车供电，风筝挂在电网上会造成一系列安全隐患，轻则就是失去动力，然后就是就地停车，重则的话呢会造成后续多列列车发生追尾，造成严重的延误和事故。这只风筝共导致杭州地铁1号线6趟列车减速运行，每趟列车都延迟了4分钟。维修人员在地铁开行的间隔时间，利用专业工具将风筝取下，随后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今年3月1号起实施的《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中第40条第6款规定，禁止在高架线路沿线释放无人机、航空模型、风筝、气球等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对于违反规定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最近几年啊，火车、地铁被逼停或是被逼减速的事件屡屡发生。除了放风筝，前段时间还有人在高铁线路旁砍树，大树倒下触碰到高铁接触网，导致列车晚点。我们常说安全最重要，但是总有人把安全抛之脑后，任意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利益，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五一小长假就要到了，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计划出门旅游了。那我们也提醒您，出门旅游乘坐交通工具时一定要遵纪守法，文明乘车。前几天在广西南宁火车站，一名女乘客在错过了自己乘坐列车的检票时间后，竟然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强闯检票口。4月13号晚上10点左右，素某购买了当晚11点南宁站开往柳州方向的动8424次动车车票。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他的母亲和三个小孩。本来买票时间距离开车还有近一个小时，但是直到晚上10点55分，他们才来到南宁站第一候车室。57分的时候，素某等不及了，他把小孩一个一个的抱过检票口，然后自己也翻了过来。从另一个监控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客运员见在检票口拦不住苏某，于是把进站通道的大门关上。此时苏某跑到了进站通道大门，他见通道的大门已经锁死了，打不开，他把小孩放下开始串门。苏某的母亲蒋某也跟着翻进检票口，之后一家人强行闯入站台，被工作人员及时拦住并及时报警。随后民警赶到了现场，将苏某和他的母亲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前来将三名小孩接走。这通知告诉你，我是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将你涉嫌盗窃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请你配合调查，走吧，电话别挂了。经调查，公安机关给予苏某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给予其母亲蒋某行政警告处罚，同时铁路部门向二人宣读了纳入失信人系统的告知书。大家出行乘车一定要按照规定购票，同时计划好出行时间，提前检票上车，实在赶不上列车的千万不要强行冲卡，可以改签下一趟，途中切记遵守秩序文明乘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家长本应该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但这位母亲却在孩子面前做出荒唐之举，实在不该。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同样是违法乘车。近日，安徽绩溪北站派出所民警在出站口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经查，这是一名长期盗用他人身份证来违规乘车的人员。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师傅，你车票身份证我看一下啊，车票身份证看一下。男子称自己是和同事一起乘坐高铁的，他的身份证已被离开的同事拿走，但当民警要求他与同事联系时，男子却支支吾吾。随后民警将他带到问询室，在他的背包发现了一张名为徐某某的身份证，但上面的照片却与这名男子的相貌不符。最终男子交代自己姓潘，包里的身份证是别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买票乘车。原来这名潘姓男子因办企业拖欠银行贷款，在2018年8月已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根据规定不得乘坐高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于是潘某某在徐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从2018年11月份开始盗用徐某某的身份证违法购票达12次。目前这名男子已被上海铁路公安局合肥公安处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几天前，有市民在南京地铁站看到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趴在地上，身边啊都是呕吐物，就帮他报警求助。最后，男子的妻子也赶过来，让路人看到了令人温暖的一幕。事发当天晚上10点多，有市民路过南京地铁1号线新街口站9号口附近时，看到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趴在地上不起来，身边都是呕吐物，于是帮他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一边照顾这名男子，一边用他的手机联系上了家人。在等待的过程中，男子告诉民警他姓张，25岁。当谈起这几年的打拼经历，几度泪崩。没有办法陪客户，没有办法守约。我理解你的不容易，是不是？今天喝了多少啊？喝了好多。我跟我老婆讲过了，我老婆回来接我的。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没事没事。那我们先扶你，你这样坐着也不好。来，旁边来，来来来，扶你一把。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新街口站派出所民警汪宇说，这个男子是外地人，为了他老婆来到南京。张某自称不爱应酬，但是当晚为了签下一单业务又豁出去陪客户喝酒，而且能不能签成还要等消息，心里挺委屈的。民警随后电话联系上男子的妻子，十几分钟后张某的妻子匆匆赶来，看到丈夫狼狈的样子，也不顾他身上的污物，心疼地抱住了丈夫。此时的张某哭得像个孩子，一直跟妻子道歉。老婆就是烦，
张某的妻子告诉民警，为了他们的小家，丈夫工作十分努力，心里承受了很大压力。她理解丈夫的不易，也希望做好丈夫的后盾。在向民警表示感激后，张某的妻子搀着丈夫离开了。这一幕让我们想起了不久前的一条微博热搜，一位小伙子骑车逆行被拦后，情绪突然爆发。他崩溃的理由很简单，公司在催我，女朋友也在催我，我压力好大，好想哭。小伙子孤单的身影让人有点心酸，而这位同样崩溃的小伙子有一个蹲在他身旁拥抱他的妻子，让人感到温暖。近日，一位执勤的消防队员在消防车上拍下了一段视频，并上传到了网络上。很快呀，这段视频就火了。视频中那些主动让路的私家车感动了很多人，我们来看一看。4月14号傍晚，在徐州市铜山区大学路科教集聚区公交站台前，一辆白色轿车突然起火，火势较大，现场升起滚滚黑烟。据司机介绍说，他当时试图使用车带灭火器灭火，但无奈火势越烧越猛。当时是5:40左右接到报警，然后说是大学路那边有一辆私家车自燃，火情十分紧急。我们当时接到报警之后，立马就出动了，一路到那个大学路那边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到那边就正好那边已经堵了很多车了，那个烟很大，就在前面，就是过不去，刚转过去就看到那个烟了。情况紧急，就在消防队员准备绕行时，感人的一幕出现了。正准备绕了，那些前面的车就很一下子就全部往边上靠，给我们让出了一条那个左边那条路，给直接给让出来了。很快，路上的车辆逐渐向路边汇聚，没几分钟就在中间让出了一条路。当时一下子就很感动啊，所有人都很自觉的，就所有车就一起在那边绕，一起让。看了这一幕啊，真的觉得很暖心，为徐州的这些好司机点赞。下面我们同样要为见义勇为的好心人点赞。16号下午，在山东日照的莒县，一个女孩意外落水，不会游泳的母亲第一反应是跳入水中救孩子，结果两人都陷入危险的境地。岸边的市民发现后，相继跳水救人，最终母女俩获救。从现场市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最先被冲下橡皮坝拦水闸的是个孩子，在附近的多名热心市民不顾危险跳入湍急的河水中相救。尹世军是当时第一个下水救人的市民。有人啊，迷了的快来救人啊，等我跑过去一看，他就下了闸门了，小孩你闸门的话没了，连我也往下冲，结果那个船被刮的飘起来。当尹世军和好心市民一起将落水孩子救上岸时，莒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朱从龙也在冰冷的水中拽住了冲下来的孩子母亲。水流湍急，朱从龙被冲倒了几次，危急时刻并不会游泳的莒县平安志愿者于增慧也跳入水中帮助朱从龙将孩子母亲救了上来。看那个水，他那个底下还多洞大的还多石头啊，水太急了站不住，我已经捞着那个女的了，女的之后哈、我追着她之后站不住，冲到了几次。母女俩从落水到被救出只用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问及救人这件事情，他们都表示是本能反应。也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反正想救小孩才那么高哈，想去救孩子要急啊！我操，当时其实也没想是喊多，叫谁一般叫谁看到这种情况也吓一跳。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碰到这种事谁都会吓一跳。目前落水妇女和儿童经检查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已返回家中。在他人遇到危险出手相助的还有洛阳的武警官兵。前几天在高铁洛阳龙门站，一名老年旅客突发心脏病陷入昏迷，在此执勤的武警河南省总队洛阳支队巡逻官兵听到有人呼救后迅速赶往现场。上午10:20左右，武警战士朱浩云与战友正在高铁洛阳龙门站2楼进站口处执勤，突然接到一名热心旅客求助，称有一名老年男子突发疾病不省人事。我们正在担负巡逻勤务，然后有群众向我们求助，说一名老大爷突发心脏病，然后晕倒了在地。我们一同到了现场，当时看老人的情况啊比较紧急，然后我们就立即对他采取了心肺复苏。朱浩云利用在部队学习的心肺复苏的技能跪地对老人实施抢救，老人家属在一旁配合做人工呼吸。
经过十几分钟的抢救，陷入昏迷的老人逐渐恢复意识，随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这个病人呢，12年前呢是做过3个支架，1年前又因为症状再发又放了1枚支架，这次呢是在来洛阳旅游的过程中，在楼梯上发生了一个这样一个突然猝死的事件。当时呢，就地心肺复苏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就地心肺复苏，可能这个病人当时就没有了生命了。非常感谢，发自内心的，我跟我爱人说，你的生命是洛阳人给你的，是武警战士把你从死亡线救过来的，真是这样，谢谢啊。前段时间啊，甘肃兰州一名出生仅一天的新生儿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情况危急，急需转院。兰州交警横跨3区共同接力，让原本需要50分钟的车程，仅用20分钟就顺利到达，为患儿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上午11点半左右，兰州市西固区一名出生一天的新生儿出现呼吸困难、肺出血、消化道出血等症状，情况危急，需立即将婴儿和一台500斤重的新生儿转运系统一起由西固区医院转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而此时正值中午下班高峰期，路面车流量大，交通拥堵，紧急之下，患儿家人求助兰州交警。接到求助之后，兰州交警指挥中心立刻下达指令，由多个交警大队共同接力，一路拉响警笛，为患儿打通一条生命通道。20分钟后，患儿被安全送达抢救室，经抢救，目前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已脱离危险。近日，湖北恩施一名塔吊司机在施工作业的过程中，因旧病复发，腿脚不能动弹，被困在40米高的塔吊操作台内，情况危急。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消防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结合现场情况，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工作情况下，携带单绳救助系统等救生器材，沿塔吊梯子攀爬至操作平台。半小时后，救援人员进入塔吊操作平台内。到时候掉的话，它会不会痛？救援人员在确认被困人员除腿脚不能动弹无其他病情后，迅速为被困人员穿戴好吊带等救援设备，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利用单绳救助系统将男子从塔吊操作平台缓缓放下。我就直接放到底了。慢慢地放，慢慢地放。好。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营救至地面，并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在嘉陵江重庆段，最近的持续降雨引发了洪水。19号下午，在重庆沙坪坝区嘉陵江瓷器口码头，两名钓鱼爱好者被困在了河滩上，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救援。当天下午2点左右，瓷器口码头、嘉陵江和支流清水溪交汇处突发洪水，水位迅速升高，两名钓鱼爱好者被困在河滩一块巨石上。接警后，重庆沙坪坝区派出所民警、消防员和港航局救援人员都及时赶到现场。由于周边正在施工，从岸上救援的难度很大。民警随即联系了重庆水上应急救援中心。由于现场水流太急，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经过几次调整才稳住靠近，将两名被困者拉上冲锋舟。民警提醒，3月1号至6月30号，重庆所有江河流域都是禁渔期，并对两名钓鱼爱好者做了严厉批评教育。最近啊，浙江安吉一位老人因为听信所谓的投资电影赚大钱，差点被骗走10万元，所幸被银行的工作人员以及民警及时劝阻。当天中午12点多，一对老年夫妻走进浙江安吉的一家银行，说要汇款10万元。银行工作人员一问之下，发现老人根本不认识对方。我说是对方是什么单位，他说是北京的一家某影视公司，投资应该是电影的后期制作，他坚持要汇，但是他的丈夫是不让他汇。原来于女士和丈夫这几天从上海来浙江安吉旅游，期间她在一个投资理财的微信群里看到一条电影投资的消息，对方声称他们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一些投资名额，群里不少人都去北京签了投资合同，一旦票房喜人就会有分红。于女士看到后心动了，沟通之后
对方表示于女士可以不用去北京，只要先给他们汇款，他们就会将合同寄过来。看对方服务这么周到，于女士立即拉着丈夫来到了银行。银行工作人员一边劝说，一边通知身边的同事报了警。当时这位大爷也是不相信这个投资的，然后和我们一起对这个大妈进行劝阻，然后大妈还坚持要汇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通过电话联系了她远在上海的儿子。哦，晓得了，哦，侬没哪能回事，投资电影院，投资电影院电影。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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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搁这边负责任的，没事。经于女士儿子的电话协助，民警说明了电信诈骗的手段特点。半个多小时后，老人终于恍然大悟，放弃了汇款。目前，警方已对这起电信诈骗案立案展开调查。无独有偶，前几天上海一名女子来到银行，要求工作人员立即转账10万元来解救自己被绑架的儿子。经过询问之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报了警。当天中午，岑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进银行，要求立即办理转账业务。这名女士十分迫切地要求我们转10万块给绑匪来救她的儿子。岑女士说，当天中午她接到一个自称是绑匪的电话，称她儿子因举报了对方的一笔违法交易被他们绑架，需要她支付10万元赎金。当时她的儿子在公司午休，为了避免打扰，所以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工作人员猜测，岑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一边安抚她，一边帮忙联系岑女士的儿子，但尝试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一同劝说岑女士，并成功与她的儿子取得联系。一只手指已经没了，跟侬搿讲了，接下来就是侬搿只手指头一把刀伸进人家的旁边头摘哦。他说：“这是我几个兄弟，现在60万没有了，我现在就要你10万块。”啊，经过我们的确认呢，其儿子是安全的。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目前警方已对此事展开调查。来看一组有关动物的新闻。4月13号，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一位市民在回家的途中，一只大鸟突然撞落于车后，车主下车后发现大鸟疑似猫头鹰，随后将这只大鸟放到纸箱里带到了派出所。城区派出所民警看到纸箱内是野生动物，立即请金平县自然资源公安局处理。自然资源公安局民警将这只大鸟带回局里查看。这只猫头鹰为菱角鸮，经仔细检查，这只菱角鸮生命体征良好，无任何体表外伤，符合放归自然的条件。这只菱角鸮体长20到27厘米，经民警细致喂食观察，确认这只菱角鸮生命体征良好，随即驱车前往适合其栖息的山林内，将其放归大自然。据了解，菱角鸮主要栖息于山地阔叶林和混交林中，主要以鼠类、甲虫、蝗虫、鞘翅目昆虫为食，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前几天啊，云南省河口县一名儿童在山上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两只小动物，并且带回了家。家长觉得这种动物很少见，于是向当地自然资源公安局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孩子的家中后，看到这两只小动物个头非常小，应该刚出生不久，于是暂时将两只小动物带回自然资源公安局安置，并找相关动物专家进行鉴定。我们将这两只小动物的照片和视频发送给我们省级的动物专家以后，经过专家的判定，这两只小动物呢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豹猫，幼崽，刚出生几天不久，身体状况良好。经野生动物专家鉴定，确定两只小动物名为豹猫，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山地林区郊野灌丛内。目前，两只豹猫幼崽暂时寄养在河口县自然资源公安局，在民警的悉心照料下，它们已经能够行走。但是，民警考虑到两只小家伙还不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近期将联系野生动物救助机构进行妥善安置。目光转向四川，近日四川阿坝黄龙自然保护区附近，有人发现路旁有一只野生的大熊猫在喝水。在报知保护区之后，大家拍下了这只大熊猫的活动画面。在这处距离公路约300米的小水荡附近，工作人员发现了新鲜的大熊猫粪便。18号傍晚6点半左右，工作人员拍摄到了这只大熊猫前来小水荡喝水休息。坐了一会儿后，它扭着圆滚滚的身体走进了附近的箭竹林，前后立时20多分钟。
黄龙地区是岷山山系和邛崃山系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也是四川、甘肃两省大熊猫种群交流的重要走廊带。近年来，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加强，黄龙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江南、华南等地仍有降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要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预计南方多地仍有降雨，华南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部、江苏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最近十天广东、广西等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甚至两倍以上，土壤含水量高，并且预计未来十天南方降雨仍偏多，需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长春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全省气温回升，大部分城市和地区最高温在19度到24度之间。另外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我省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部分地方伴有沙尘天气，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三级，提醒各地做好预防工作。刚刚过去的一周是第25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癌症防治知识要点指出，要及时关注身体出现的癌症危险信号，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癌症危险信号包括身体浅表部位出现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食道出现哽咽、疼痛等异常感觉，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持续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流鼻血、头痛，无痛性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发热、乏力、体重减轻，吸烟、肥胖、缺少运动、不合理膳食习惯、酗酒、压力、心理紧张等都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癌症是由于自身细胞基因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不会传染，但一些与癌症密切相关的细菌和病毒，如幽门螺杆菌、人乳头状病毒、肝炎病毒等是会传染的，如果长期感染这些细菌和病毒，则可能导致癌症。比如说这个新肝炎病毒长期感染，慢性感染变成慢性肝炎、肝硬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容易发生肝癌。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霉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花生啊、玉米啊等等，这些都容易导致它的肝癌的发生发展。通过保持个人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接种肝炎病毒疫苗、人乳头状病毒疫苗，可预防癌症的发生。规范的防癌体检能够早期发现癌症，比如使用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检查肺癌，超声结合钼靶可以检查乳腺癌，胃肠镜可以检查消化道癌等。从安图县城通往长白山的公路上，有一个叫红旗村的小村庄，全村共有86户人家，现居住人口不到200人，却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朝鲜族第一村。这个第一可不是浪得虚名，多年来红旗村通过发展民俗旅游走上富裕路，成为了延边州第一个年旅游收入超百万元的村子，更成为了吉林省民俗旅游的旗帜。红旗村位于安图县中部，地处长白山北坡，地势平坦开阔，俗称大甸子。1958年定名为红旗大队，1983年建村，史称红旗村。
从长春出发，经过高铁和乡村大巴的轮换，辗转五个小时后，我来到了红旗村。村口处颇具朝鲜族特色的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牌坊显得格外醒目。穿过牌坊，几名工人正在为一幢具有典型朝鲜族风格的房子进行外墙粉刷。村委会主任赵哲范说，这是红旗村新建的村部，今年五月份就要投入使用了。咱们正面这个新村部呢，445平方米左右，图书馆啦、活动室啦、学习室啦，这种都齐全。房子总投资是300多万，但呢，咱们村里投资是20多万，主要来自旅游收入里边。说起红旗村的旅游，就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红旗村距离长白山150公里，是安图县到长白山旅游途中唯一的纯朝鲜族居住村。原始淳朴的朝鲜族村庄总是会吸引路过的游客在此歇脚。头脑灵活的红旗村人看准了商机，相继开了多家朝鲜族风味餐馆，深度挖掘民俗文化，打造朝鲜族特色村。红旗村是04年改造的，改造完这个条件好了以后啊，完了为了把这个村里的集体收入和这个村民的收入提高啊，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旅游公司。我们搞这个宣传的时候，我们出去了几个人到这个黑龙江的东宁、绥芬河，还有牡丹江，还有咱们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没有交通工具，几千份靠背着行走，旅游的行走的路线和我们的特色都在地方进行了宣传。2005年8月18号，在安图县委县政府的努力和推动下，中国朝鲜族第一村这块牌匾终于被挂在了红旗村。时任安图县民宗局局长金桂花是当时的亲历者，更是参与者。他告诉我，在这块金字招牌的吸引下，来到红旗村的客人是一波接着一波。到了旅游旺季，村里每天接待游客几千人，大客车一辆挨着一辆的停在路边。2005年、2006年，红旗村的民俗旅游收入高居全省民俗村之首。这也是延边第一个发展那个民俗旅游的村落。2006年我们搞了一个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第一届的民俗旅游节之后呢，当年就每个人均旅游收入都就达到了10000多。通过民宿啊，通过餐饮呐、通过旅游的收费呀、拉动了村里的那个经济收入。作为中国朝鲜族村落的典型，红旗村大力发展民俗旅游，在业界小有名气，曾经一度有过只知红旗村不知安图县的说法。然而成长的道路总是坎坷，2010年7月28号，安图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坐落在古洞河边上的红旗村被全部淹没。那场洪水淹过了房顶，我们家的房子全都倒了，满地都是淤泥，根本看不出村子里原来的样子了。当时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绝望。受洪灾影响，明长公路基本瘫痪，交通和村子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需要4年的时间。旅游公司撤出，路边的多家民俗餐厅也相继关门歇业，红旗村苦心经营多年的乡村旅游受到严重影响。但是红旗村人没有被惨状吓倒，水灾第二天，大家在政府的带领下清理淤泥，重建家园。一场洪水对于红旗村来说虽是一场灾难，更是一次涅槃。受到洪水侵袭的红旗村如何恢复往日面貌？民俗旅游受到重创后，红旗村又如何保住中国朝鲜族第一村这块金字招牌？让我们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专栏里继续关注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红旗村的发展和变化。眼下随着天气转暖，全省各地鲜花盛开，美不胜收，一起来欣赏一下。春回大地，花为信使，四月的通化满城春色，玉皇山公园内各色花朵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惊桃花迎着和煦的阳光，花蕾呈现出渐次开放的美景。惊桃花期之后，还有杏花、梨花、杜鹃、槐花、丁香等陆续开放。在长春杏花村公园，满园杏花粉的白的开得格外热闹，阵阵微风吹过，游人们闻到扑鼻清香。在延吉市延吉街、建功街等路段，道路两旁的惊桃山杏景观树已是满树繁花，装点的整条街路春意盎然。驻足停留，微风拂面，带来淡淡的花香。
欣赏了各地的鲜花美景，我们再去白山浑江看一看鸳鸯戏水的独特景观。四月的吉林春回大地，在白山市浑江干流市区段多处水域，一对对野生鸳鸯成双结对，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上掠水飞过，游弋觅食，沐浴暖阳。近年来，随着白山市保护生态环境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候鸟来到白山栖息繁衍。目前全市可见的野生鸟类达300多种，市内浑江江面常见的有鸳鸯、绿头鸭、绿翅鸭、斑嘴鸭等。20号，为期一周的通化市山神圣地、人参之乡康养通化老把头节系列民俗活动启动。老把头节通过举办长白山老把头文化学术研讨会、人参文旅产品展销、人参文化演出、品尝人参宴等形式，展示长白山脉采参人的故事，弘扬长白山人参文化。据了解，老把头节是长白山区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活动。目前，长白山采参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白山老把头节、长白山人参故事等已经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斯里兰卡多地发生爆炸袭击。斯里兰卡官员表示，袭击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的3家高级酒店、一座教堂以及外地的2座教堂。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称，截至今天凌晨，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50人死亡，共有35名外国人遇难，其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受中轻度伤，已被送医，伤者目前状况稳定。爆炸发生后，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知中资机构、华人华侨以及在斯访问的国内团组注意安全。再来关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20号发生的袭击事件。阿富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在阿富汗电信和信息技术部大楼的袭击事件已经结束，4名袭击者全部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阿富汗安全部队方面有3人丧生，此外4名平民在袭击事件中身亡，另有8人受伤。阿富汗警方向媒体证实，当天中午11点，4名身穿警方和军方制服的袭击者袭击了阿富汗电信和信息技术部大楼。一名袭击者在大楼门口引爆了身上的炸药，随后3名袭击者冲入大楼内，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交火，后遭击毙。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称，没有参与此次袭击事件。阿富汗电信和信息技术部大楼是喀布尔较高的建筑之一，位于市中心，附近是喀布尔的主要商业区，还有一家大型酒店，酒店中居住着大批外国驻阿富汗外交官员。此外，距离大楼2公里远是外国使馆的所在区域，大楼还靠近阿富汗总统府及多个政府部门。根据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消息，没有中国公民在当天的袭击事件中伤亡。袭击发生时，一度有中国公民受困，但是在使馆和阿富汗方面的协助下成功脱险。近期阿富汗暴力袭击事件不断，喀布尔安全形势严峻，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也再次提醒，请中国公民谨慎前往阿富汗。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务必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当地时间20号，日本一名盲人水手操纵帆船成功实现不靠港横渡太平洋，并抵达了日本福岛县港口。他是在今年2月份从美国出发，历时将近2个月才完成这一目标。当地时间20号上午9点左右，日本福岛县磐城市的小明滨港岸边响起阵阵掌声，当地居民纷纷来到岸边祝贺岩本光弘和他的同伴美国人达格拉斯·史密斯成功横渡太平洋。今年2月24号，岩本光弘和史密斯从美国圣迭戈出发，驾驶一条长约12米的小帆船驶向太平洋对岸的日本。航行中，全盲的岩本光弘负责掌舵，而身体健全的史密斯则充当他的眼睛，给他提供风向等信息。最终，二人历时55天成功抵达14000公里外的日本福岛县，并且中途没有靠岸。岩本光弘今年52岁，由于先天性弱视，他在高中时失明。2013年，岩本光弘就曾尝试过挑战横渡太平洋，但以失败告终。
对于此次取得的成功，他坦言航行十分艰辛，中途遇到了好几次大风大浪，不过坚持到底的信念支撑他克服了困难。どんなに倒れても失敗しても諦めない、諦めないでもう一度立ち上がって歩き出す勇気を持ちませんかっていうことを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たちに伝えていきたい。当地时间19号，英国西萨塞克斯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弹珠锦标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参赛，一起去看一看。弹珠游戏是风靡全球的传统游戏之一，也承载了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在比赛中，选手需要用手中的射击弹珠击打49颗个头稍大的目标弹珠。根据比赛规则，只要将目标弹珠击出圈外即可获得一分，最先拿到25分的队伍获胜。经过一天如火如荼的较量，在最终决赛中，来自德国的第一矿山队击败了英国的黑狗酒鬼队，摘得本届世界弹珠锦标赛的桂冠。这是第一矿山队在最近13年的比赛中第七次以优异赛季问鼎冠军。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现场。据英国《每日邮报》18号报道，这一幕发生在西班牙拉里奥哈。画面中，一群人正在游乐设施上体验刺激，然而很快危险就发生了。一个女孩没有抓牢，从游乐设施上甩出来，重重摔在地上，还碰到了旁边的墙角。路人见状，赶紧上前帮忙。事后，女孩被送往医院，目前伤情稳定。日前，英国北爱尔兰邓吉文市的商场 ATM 机被盗，监控录像显示，小偷竟开挖掘机进行抢劫。他们先破坏了商场外墙，然后凿开屋顶，将 ATM 机整个挖出。可以看到，小偷早已预备好逃逸车辆，车顶经过改造，大小与 ATM 机相当，待钱盒子放入车内后迅速逃跑，令人啧舌。据英国卫报报道，这已是该团伙近几个月来第11次作案。日前，一只北极熊现身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季科奇基村庄，震惊了当地民众。这里距离它最近的栖息地楚科特卡有700公里远。村民称，发现它时它正在小镇外徘徊，体型消瘦，动作迟缓，看起来很疲惫。经过人身边时没表现出任何攻击性。专家称，北极熊可能是在浮冰上漂流时失去了方向感，才会一路南下。近日，美国宇航局公布了一段老鼠被送往国际空间站后的反应的视频。通过视频发现，太空环境中老鼠的吃睡等活动和地球上差别不大。不过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进入空间站大约一周后，老鼠开始沿着笼子四周奔跑。针对这一现象，科学家还无法给出解释，也许是老鼠本身就喜欢运动，也许是为了在微重力环境下保持平衡。针对老鼠的这项研究周期为37天，这相对于它们的寿命来说算是比较长的时间。科学家希望以此来研究执行较长时间太空任务可能会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白城晴，23到10度。松原晴，21到12度。四平晴转多云，24到13度。辽源晴，24到11度。吉林多云，20到12度。通化晴，22到4度。白山晴，20到5度。延吉多云，19到5度。长白山晴，19到6度。长春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自由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